惧怕，不论是你惧怕你的未来，惧怕你有死亡的恐惧，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生命的光，领受了生命的光，你的惧怕自然的消失，你的生命将不会一样。 Hallelujah， 我们感谢主。 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
就虽然有哭泣，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拉巴桑达，伊达拉巴桑达，拉巴桑达。哦，主啊，我们感谢，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哦，你是配的，你是配的。哦，你是配得我们尊崇，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主，主耶稣，哈利路亚。哦，施恩的主啊，求你圣灵继续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继续在我们的心中这个时刻行奇妙的事。主啊，你来安慰我们，你来扶我们的心灵，主。是的。求你让我们这个时刻，你慢慢的打开我们的心，主啊，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因为你要在我们的赞美当中得到你所有的荣耀，你要在你子民的赞美当中得到你所有的荣耀。主啊，我们要继续不停的赞美你，因为赞美带来喜乐，赞美使我们的重担完全脱落。主啊，赞美使仇敌退后，赞美使仇敌羞愧。我们要继续赞美你，主啊，我们继续的赞美和敬拜你的圣灵，因为你的圣灵是圣洁的，我们要继续敬拜你，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主，哈利路亚。当神里的人律响起，我的心全然想你。当神灵的羊羔满意，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曲全如春意。心中的喜悦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雨，心中的乱流让人舍弃。一起开口，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们要献上自己，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森林的人高满意，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永永远远赞美不停，
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心软向你献上自己，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一生一世交付你，一生一世交付你。哈利路亚，是主，感谢你。主耶稣，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为你为你你为你差派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主啊，你差派圣灵来，每一天与我们同在。你差派圣灵来，主啊，因为你要离开我们，所以你差派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每一天与我们同在。神啊，让我们更加的追求你，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哈利路亚，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圣灵，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一起来追求，追求你，我将生命献给你，愿意我更亲近你，你那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圣灵，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起来唱，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愿意我更亲近你。在另一真理里继续追求，我要
在另一层的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里，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荣耀，我敬拜你在另一层里，我敬拜你在另一层里，我敬拜，我敬拜你在另一层里。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日新奔放燃烧你的火，再来恢复，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
圣餐，如果你要坐下，可以请坐下。只是要我们拿圣餐，可以一起站起来唱这首圣歌。Amen。我邀请赵大人来为弟兄姐妹分发这个圣餐。来，我们一起唱这首歌。你俩来圣餐，请自由站起来。让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用个感恩的心来唱这首歌，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在十字架上。 Amen。 请别进我一生，释迦的爱。
姐妹，让我为你读篇经文。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圣餐，请举手招待交给你。哈利路亚，请不要免用圣餐先，我让我们读一篇经文，来我们才一起来用圣餐。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开始到第18节，原来那为万物所述、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说我要将你们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啊，我与神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如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让我们回顾一个月里面所做的、所行的、所讲的、所去的，如果有一切不荣耀上帝的，如果有不荣耀，请现在我们邀请圣灵来接近我们，耶稣的宝血来接近我们，我们审查自己。圣经说，如果我们审查自己，我们不被定罪。哈利路亚。我在这时刻也欢迎线上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跟我们一起用圣餐。哈利路亚。亲爱的上帝，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你差派你最好的从天堂来的，就是你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没有人在这个世界能够为我们做这一切，但是你已经成就了，使我们的罪已经不能够阻挡我们来到你面前，使我们的罪不能够隔绝跟上帝的爱。哈利路亚，我们心里非常的感恩。哈利路亚，我们知道你受的一切的苦，上十字架上你都没有半句的怨言，你因为这个无条件的爱，就展现你的无条件的爱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心色心变得肉心，上帝，使我们生命真的被你的爱浇灌，被你的爱融洽了我们的心，使我们心从此以后只要来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的来爱你，也爱我们同胞来自己。上帝，我们谢谢你这份爱，我们知道如果你是为我们的，谁能抵挡我们？我们知道你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成就了我们的罪，也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病。从今以后，我们是被你恩膏的，我们是被你保守的，我们是被你看顾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生命了，上帝，我们只要活着，只要来荣耀你。哈利路亚，因为你这份爱真的是我们生命翻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让我们在静默一分钟，让我们审查自己。上帝不单只是洁净我们罪，也让他的圣灵来恩膏我们，使我们得胜一切我们的软弱，也我把我们的这个一切的疾病，有一些疾病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会透过耶稣的鞭伤来医治我们。
耶稣被出卖那夜，拿起这块瓶，祝谢拍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弟兄姐妹，耶稣身体破碎，使我们的身体得医治。这块饼也代表上帝的话语，当我们吃了他的话语，我们生命有上帝的同在，我们生命有真理，真理释放我们，真理使我们得胜。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一家人来用这块饼。在同样的情形，上帝说：“这是我为你们所流的宝血。”弟兄姐妹，有了这杯宝血，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和好如初，因为这杯宝血洁净了我一切的不义和一切的罪。来，我们用感恩心来用这杯。亲爱的上帝，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用了圣餐，我们信心加倍，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孩子，你会荣耀的归来，把我们接回天家，跟你一起同作王同作主，管理这个整个宇宙。我们是有盼望的孩子，我们是蒙福的孩子，我要把这个福音传遍给全世界，使每一个人没有盼望的都得到盼望，不能够来到你面前都能够来到你面前，成为你的孩子，成为你的挚爱。谢谢你，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求， Amen， 哈利路亚， Amen。 来，我们邀请主席为我们做报告。弟兄姐妹晚上平安，很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虽然是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都有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朝拜我们的神。在这个时刻呢，我们感谢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非常的感谢你，让我们时时刻刻都没有停止过说要来到朝拜你，因你是我们的永生的盼望的神。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那个力量继续的来爱你，给我们神你随时的帮助，使我们也更爱你。主，我们要把今天这一个的主日崇拜完全都仰望在你的恩手，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求你打开我们的耳，当我们还有机会去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使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是真实的活出来，而不是听了欢喜离开教会就回到世界里面。因为上帝，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随时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更随时能够来提升我们，使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主，我更把所有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你的恩手。在每一天的里面，神，在忙忙碌碌的里面，求你使我们都不忘记你，忘记你在我们年少的时候的救恩。在年少，当我们在接纳你的时候，你不断地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常常都仰望你，而你也常常的用你的笑脸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更求你让我们有愿意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活在众人的面前，更活在你的面前，使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是你所喜悦的主，也常常的能够听到说这是我喜悦的子民。主，我谢谢你，我也把我们以上的金钱完全都献上，
神，这个都是你所祝福给我们，祝福我们有生命有气息去劳力。神，我们把这些金钱都用在神你来扩展更多能够使人认识你。主，谢谢你，奉耶稣圣名祈求祷告，阿们。谢谢我们的招待员。弟兄姐妹，让我为大家来报告今天的本周家训。我只是提一些有改变的、有更改的，就是第二题中文线上查经班。我们暂时这个每个星期二的晚上的八点的这个查经班暂时会停止，直到另行通知。以我所知，到明年。好，然后还有就是第七项，就是职场事工团契，在每周的星期三，时间是1:30和到2:30，地点是在广式内脏暨风湿专科中心。若是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请联系我们的 Pastor Effendi。还有就是第八项，若是弟兄姐妹。每个星期三你们都晚上没有空，你们星期四早上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一个所谓的晨祷，也算是晨祷，是祷告的点，时间是从早上10:00到11:30，对。然后由我们的 Pastor Effendi 带领我们，虽然这个祷告会并不是说多人，但是只要有2到3个奉主耶稣的名字在，神就会在我们的当中。还有就是第九的，我相信这个第九的这个社区关怀事工，若是弟兄姐妹身边仍然有很多有需要的帮助的人，尤其是那些还未信主的，我们也求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有这个协助，提供他们一些的物质以及精神上的帮助，同时也可以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们。任何的详情请联系我们的 Tony 弟兄，还有我们的 Johnny Lau 弟兄。还有特别事项，就是在14项那个圣诞午宴。弟兄姐妹，若是今年的圣诞午宴是定于在2022年12月25号早上10:00，地点是在大好运酒家。若是你有要邀请你的亲人和朋友，或者是要借着这个机会来传这个福音的话，每一个人的餐券是35块，然后请向谢蜜姐妹定位。我们有请。Sammy， 这个就是我们的 Sammy， 现在他会为我们开始负责这个圣诞的这个餐券。然后第15，然后就是很感谢神，就是我们 Pastor Effendi 他会提供免费教导这个打鼓、吉他还有 bass。若是有兴趣要学习的。我们可以联系这个 Pastor Effendi。至于那个时间和地点就是要跟这个 Effendi 联系。第十六项就是洗礼礼仪。我们是在定在12月11号星期天下午1:00，地点是在广式专科中心的3楼。然后我们的这个 Doctor这个 clinic 也会将到时会提供一些午餐，请要洗礼的弟兄姐妹联系我们的Dr. 关，
还有上这个礼洗礼的课程。OK， 我的报告到此为止。现在有请这个达蒙发来弟兄来为我们证道。大家晚上好。首先要跟大家道歉先哈，上一次真是很抱歉，很道歉，我忘记了，没有来到。那时候我记得是29号了，30号我4点早上要搭飞机去菲律宾有一个 mission 呢，啊，跟我的长老跟 Jeremy。跟另外一个牧师去菲律宾有宣教，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没有来到，不好意思，都是我的错，OK， 今天就补回了哈。来，我们看看，我相信我还没有分享过这个哈。我去尼泊尔的旅行没有分享过哈？没有哈？有吗？没有。OK， 来。所以这个是1月1号到12号啊，我去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那个路程了。我们飞到去卡曼都，然后在卡曼都要驾车到伊兰，然后卡曼都到伊兰那个地方，如果你驾车去啊，差不多要16个钟头，我就顶不顺了，所以我们就拿2天，每一天8个钟头。所以半路的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旅店了，然后就明天继续跑。那为这个团队就是谁呢？就是我跟我的太太跟 Jeremy， 跟旁边这个就是 Pastor Santos， 他就是一个尼泊尔的牧师，他有在马来西亚很多年了的了，不过现在已经回去尼泊尔了，他就驾车载我们了，我们去那边是差不多11天，他有陪我们陪到11天哈。为什么我们去这个尼泊尔呢？就为了我的儿子了哈，我的儿子结婚，所以这个他就跟这个 Rega， 大家认识他吗？他就 Rega， 本来他们2019年 Rega 就在神学院毕业，然后我们就打算他2020年他们结婚的。后来大家都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2020年就 MCO 了，一 MCO 就2年了，就他们就没有办法可以结婚，就等到尼泊尔开他们的 borders 的时候，在1月，我的儿子就叫我们快点飞过去了，就在那边举办那个婚姻，然后4月我们马来西亚开我们的 borders， 他们就Rega 就过来就你了哈。所以每一次我去一个地方，我就问神了，神你要我看什么，神你要我听什么哈，然后神你要我做什么。我一到那个地方，很奇妙的，我就看到一个很大力的珍珠，所以我就问神，这个大力的珍珠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有这段圣经就在我的脑海里面了，在马太福音13章45到46节，来请读。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第46节，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阿们。当然这段圣经有几个翻译的不一样的翻译，我就比较喜欢 Derek Prince 的翻译了。 Derek Prince 就讲，
这个 merchant 啊，这个买卖的这个人是谁呢？是耶稣嘞。哦，他讲耶就这个，他就耶稣就找到一个很宝贵的珍珠，然后他愿意卖掉一切，意思是他愿意为他的用他的生命去买这个宝贵的珍珠。耶稣是啊，他的生命就最宝贵的嘛，他就用他的生命去买这个宝贵的珍珠。在十字架这个事情发生了，他赎了你跟我，所以这个宝贵的珍珠根本是谁？就是你跟我了。 Amen。 所以我们是这样宝贵的，在耶稣的眼中。 Amen。 所以你跟你的隔壁讲，你是宝贵的。 Amen。 是耶稣用他的命买回来的，耶稣用他的一切买回来的。 Amen。 所以这个字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爱咯。所以我的儿子就，为什么我的儿子就这样紧张要去尼泊尔呢？他等了两年呢。 Amen。 他很爱 Rekha， 他要跟他结婚。 Amen。 好，他愿意什么，你要他愿意付出什么，我相信他肯的了。 Amen。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经历过嘛，为我们爱的人我们愿意付出一切嘛。 Amen。 啊，这个就是爱的力量了。 OK。 So 那个时候我就神，本来我没有想到要去，你知道没有，我本来我就叫我的太太叫我的弟弟去的。好，因为说 Dr. 关的知道啊，我有啊七种病，吃九样药，我已经叫他准备一个 report 了，怕的在我一下子去医院啊，有一个 report 给你们看啊，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啊。So, 然后不单单是这样嘞，我都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堂妹，她的丈夫都是帮是 surgeon 来的，开刀的。他是开那个骨科的，他就给我 warning 了，因为什么？我有两个 slip disc 在这里，两个 slip disc 在这里，所以越来越严重了呀。所以他就给我一个警告，你最好不要去先叫那些落后的地方，因为落后的地方那些路不好跑嘛，怕的在震道啊，有什么事情发生啊，真是 会出事的嘞。如果是你啊出事啊，我就在这里下去全部 paralyze 了的，瘫痪了。如果这里下去啊，就这里下去瘫痪了，所以会蛮严重的。 OK。 So 不过我祷告的时候，神就叫我，我需要去，他要我去。因为什么呢？对尼泊尔他们的家，他们的这个家族跟他们这个culture， 他们的文化，如果父母不去啊，就好像不接纳那个那个老婆，那个这个媳妇这样了。 So 我就 OK 了，神叫我要去，死就死了，死就死吧。神你叫我去，你要帮我负责啊。OK， 这个都是为了什么？爱我们都是很爱 Rekha 了哈。我们都是爱神嘛，你爱神你就要服从他嘛，圣经是这样讲的嘛。 Amen。 你要让神喜悦嘛，对不对？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希望他们我们所爱的人喜悦嘛。哎，好 ，OK。So 我就去了，然后第二样的事情，我看到的是在这个地方很多山的哦，你知道尼泊尔最高的山是什么 ？Mount Everest 哦。好，你去到那个地方啊，去到哪里都是一大堆山的。好，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好，就给我想到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11:22-23，来。可以读吗？帮我。马可福音11:22-23，第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2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任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信你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了。阿们，阿们。所以那个神，那个时候神就跟我讲，你要相信我 ，OK？ 不理面对什么山呢、啊？如果你相信我，信靠我 ，OK？ 你叫那个山被挪去，那个山可以被挪去，丢在海里面啊 ，Amen？ 好 ，OK？ 这个山是代表什么呢？山是代表一些挑战呢、啊，在那个地方的挑战哦。所以还没有去的时候，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呢？那时候我们去十一天罢了嘛，然后你知道尼泊尔政府 宣告什么呢？宣告他讲啊，你我们这些外国人去那个地方啊，你要quarantine14天。如果我要去十一天，我quarantine14天，我就不用参加婚姻了咯，我们就要继续回来了哈。这个山大不大？这个挑战大不大？要祷告哦。神啊，你帮我拿走这个山、啊、我跟你讲、啊、很奇妙的、啊、过几天罢了，尼泊尔政府又改他们的策略、啊、他们的 policy， 他讲 OK 了，现在你们外国人来不用 quarantine， Amen、啊、说神真是心事、哦、然后去到那个地方，我还有什么山我要面对呢？啊，那个路程哦，我跟你讲，他们那些路是这样的嘞，啊，不是好像我们马来西亚不错哦，我们有那个马路真是啊，弄到很美啊、哦、尼泊尔不是啊，我们要跑那些路啊，全部是山路嘞，窄窄的，窄窄的，然后有巴车啊，有罗莉车啊，有什么车过的嘞？啊、很你要很厉害驾车才行。如果你叫我在那边驾，没有可能了、啊，我会跌下去那个山来啊，就一边是山，另外一边是那个山来，好、啊，你就可以，然后你不小心你会跌下去了、啊、然后那些路都是很烂的嘞，啊，没很多洞，很多有些是黄泥路来的嘞，所以。那个路程是蛮吃力的，好像一路在那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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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啊，然后你看到有一些地方啊，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样多那些镜子啊？这个地方就很多很多 accident 的，很多人跌下去的山崖，那个山 valley 是讲什么？山啊，那个 valley 啊、哦、跌下去啊、哦。所、so, 以说他们这个他们就迷信嘛，他放那个镜子那边就是撇钱啊，撇钱这样的意思了。所、so, 以那个你看到这些地方啊，就很多 accident 了、哦、很多车祸、哦、很多人死在那个地方了。所、so, 以然后啊，你知道我们用什么车吗？不是用 Jeep 啊，不是用 SUV 啊，我们用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 MyV。就用那辆车了，那个 pastor 就用那辆车载我们，哎，根本啊蛮不错的，我们的 MyV， 这个是2010年的第一批的 MyV， 手牙的，蛮不错。所以每一次他停车的时候，我就要下来再一再检查一下我的腰裤还 OK 没有，啊，蛮好玩哈、哦，啊 ，OK， 来我们继续看哈、哦。啊，还有，可能这些挑战对我来讲是挑战哈、哦，对于你们不一定是挑战哈、哦、，OK， 因为我的情况，我的身体的情况，这些对我来讲是挑战，对你们有可能是不是一个挑战哈、哦，所以我还没有去之前我就有跌倒过，好、哦，在我的家有跌倒，不过感谢主没有什么大事情啊哈。哦，然后我都是伤到我的脚了，那个 toe 啊，流血了。然后我要穿那些皮鞋啊，所以在整个路程在那边啊，每一天都在那边痛啊，在那边跑的时候，然后那个血都是继续流，我就用那个 plaster 就回到来才慢慢医哈、哦、啊，就是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什么？那个我去那个地方是高山来的嘛，很冷，那个时候都是冷天了哈。冷天的时候，当然了，我们需要热水了哈。我们不过我们住那些旅店啊，他们的热水不是很可靠的哦。啊，有时候你冲到一半呢、啊，冷水就下过哇，很刺激哦，你就整个人跳。不过我的太太就很厉害哦，她去买一个这样的 getter 了哈。那个烧水的，所以一个人就在外面烧水，一个人在里面冲凉，就用烧了水就快点拿进去，说是这样刺激的哈啊，都是好啊，这里哪里有经历这样的东西？没，你要试试看啊，这些新的经历啊，然后还有一样是什么呢？啊，这个床啊是这样的床啊，我们睡哈、啊，这个床很特别的哦，我睡最多四个钟头，我就要起来了，然后我要坐在那个椅子一个钟头，然后又回去睡觉，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呢？我的腰骨痛，受不了，很硬的一个床。那个椰椅来的，很薄薄的，那整个是板来的。说我睡太久，你知道我这样重啊，睡太久啊，我的腰骨会痛到我自己会起来的，四个钟头最多。然后我要坐下，坐一个钟头，然后继续睡。不过我跟你讲啊，这个是蛮好的。你不相信你问董事官，我因为这样啊，我回来啊，我的腰骨越来越好。现在我在家，我睡地板了，哎呦，不用那些 Dunlop Pillow 啊，那些 Spring Mattress 啊，那些没有这样好、哦、我跟你讲，那些有腰骨的问题啊，最好你就用这些 Coconut Fiber 的，最越硬越好啊 ，Amen。是啊，现在我腰骨越来越好、啊，这个我在哪里学的呢？在尼泊尔学的，好不好？根本有时候苦难对我们来讲是好的，好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咖啡店，然后我爬上楼梯了嘛，在那边又跌倒，下楼梯的时候，你知道我眼睛开到过几次了吗？看不清楚，我就想到了哦，还没有到，我就想他们的楼梯都没有。全部一样卡了，我那个 step 一样卡了，我就想到了嘛，还没有到就跌下去了、哦、不过感谢主啊，都没有什么大事情，没有什么大事情、哦、啊，好玩不好玩呢？真是好玩啊！啊 ，Amen。我本来想啊。应该那边的饮吃的东西啊，都是应该是蛮挑战的哈、哦，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在那边。哎，不过不是哦，当我帮你介绍一下，我蛮喜欢吃他们的东西嘞，哈，他们的馍馍就好像那个水饺，高级啊，高级，那个蛮不错。然后这里啊，有一些他们的吉巴蒂啊，他们那个杜拜啊这些。然后他们的鸡那边特别好吃啊，全部干蹦鸡来的，他没有像我们这些我们这些巴萨鸡他没有了，他们那边的鸡全部跑了，跑来跑去的，很好吃啊 ，organic 的全部。好，就我的太太最喜欢吃他们那边的肉啊，他们的鸡，然后他们的猪都是蛮好吃。他们那个时候庆祝这个婚姻，他们。自己养啊，两条那个黑猪啊 ，Siberian pig 啊，哇，一流，哇塞，啊，我真是在那边享受他们吃的啊啊，然后真是他们吃简单的了哈，很简单的，然后我就感受到另外一样事情啊，我有 gastric 嘛哈，在这里吃他们的东西啊，他们用那些 spices 啊，对我的 gastric 好的哦，后来我回来我调查了。哎，真是哦！他们用那些不是好像 India 那种 spices 哦，他们用那种 spices 啊，全部是对你的胃好。现在我在我的家，我有买一些这样的 spices 啊，哦，
可是蛮不错。说根本啊，去这个地方啊，我很得着。阿门。啊，我的太太就介绍一个不健康的给他们。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我们马来西亚的巴古德，巴古德是马来西亚来的嘛 ？Amen， 是不是？啊，我们就我的太太在那边就煮那个巴古德，然后教他们怎样煮巴古德。啊，这个就是他们的 engagement 了哈。OK， 啊，你就看到啊 ，Rega 跟他的父母，他都是有两个弟弟了哈。啊 ，OK， 他们一定要有 engagement 先的，然后才有这个婚姻的哈。啊 ，engagement 是两天后就结婚，好、啊，啊，这个就是那个婚姻了。OK， 我们啊，那个 pastor 是一个 Baptist Church 啦，浸信会的 senior pastor 来的，帮他们举办的哈，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要租那个 town hall， 因为说他们那边啊是这样的，你有一个 wedding 啊，结婚啊，就好像整个村的人就来的了，啊，那个够大的地方就是要一个 town hall 这样。不过他们吃的东西蛮简单啊，三四样罢了，不是好像我们这些 eight course dinner、nine course dinner， 啊，他们那边没有啊，很简单的、啊。然后他们那边，大家都认识的啦，然后他们的教会他们的家人全部很合作在那边做的、哦、OK， 就如果不是那个 COVID 的问题啊，他们的一个结婚的庆祝啊是整个礼拜的，因为说他们有很多亲戚在很多地方啊蛮远的地方要过来嘛、哦啊、不过因为有这个疫情他们就两三天罢了、哦喂、okay. 啊，就啊 ，Mr. and Mrs. Jeremiah Tan 哦 ，OK， 啊，这个就是他的牧师 ，Rega 的牧师，啊啊，他的教会就是 Baptist Church 伊兰教会咯，啊啊，我们就有参加他们的敬拜哈、啊，我都是有在那边讲道了哈、啊，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啊。那篇信息了哦，在那边的信息哦。OK， OK， 来，可以请读吗？来，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十九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衣服，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二十节又有一个讨饭的叫拉撒路，浑身身伤，被人放在财主门口。二十一节要得财主坐下上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肠。二十二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第二十三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二十四节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石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二十五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二十六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怨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阿们，阿们。书记，你讲个两个人、哦、一个就是那个财主，然后这里讲到那个财主是讲呢，他真是很有钱，天天活在什么呢？享受中呢，天天呐、啊，啊，他穿得好，吃得好，
就在世界的眼光，这个人是蛮成功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希望这样嘛，要好像这个财主这样蛮成功。不过很可惜哦，为什么他死了上地下地狱的？世界所看的一个蛮成功的人死掉了，下哪里呢？下地狱了。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个人，拉撒路，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个乞丐，他不单单是很贫穷很饿，没有东西吃，我相信他是饿死了，他都是一大堆病痛，他有很多疮很痛，没有人帮他，那狗都来lick 他那些疮，不过这个人如果世界看他，他就是一个蛮失败的人，对不对？对不对？是啊，赚不到钱，没有东西吃，病到这样，不过为什么世界所看一个蛮失败的人死了去哪里？死了上天堂嘞。哎，讲解呢？所以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是被教导这样嘛，要赚多钱以后就不用辛苦了可以活得好，住大屋子，可以享受老了啊。说这些全部是错还是对？错还是对？是不是赚钱不好？是不是？我讲读的官都是有赚钱啊，都不好啊？不是啦，神没有讲赚钱不好啊，我们的可以赚钱的能力啊，都是谁给的？神给的嘞，阿门。那个问题是在哪里呢？来，我们这里继续看看哈。神讲看呢？神讲看，最重要的，神不单单是看我们的成就，更重要的，神要看我们的心。成就有没有错？没有错的。OK， 成就没有错，不过更重要的，我们的心是如何。那个财主在哪里出问题呢？他 很成功啊，他很有成就啊，不过他的心出问题，他没有爱心。神有没有给机会他？有啊，神放一个拉撒路在他的门口，他有没有照顾他？没有嘞，在他的门口罢了，不是讲他没有东西吃啊。那个财主每一天活在享受中啊，他有，不过他没有去照顾他身边有需要的人。阿们。他的缺乏是爱心，神看我们的心。拉撒路如何？拉撒路如何？你看啊，虽然他穷，虽然他有病，他有埋怨吗？没有嘞，他都是没有骂那个财主，都是没有开口跟那个财主讨东西吃，没有。他是想罢了，如果我可以吃到财主不要的，他财主啊，他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啊，跌下去那个跌下去那个下面的不要了吗？跌下去你还要吗？你拿去丢的吗？对不对？他讲他要吃那，如果他可以吃到那个财主不要的，他就 OK 了。他没有埋怨了，
他没有去骂那个财主。有时候啊，有些人有病穷，不过他们很埋怨，他们的心不对。穷都是不是错的、okay? 有病都是不是错的、okay? 神还是看你的心、okay? 不是讲那个有钱没有病的就好过那些有贫穷的啊，有病的人呢？不是啊，神不是这样看的、啊、世界是这样看，不过神不是这样看。神看拉撒路的心，他没有埋怨的心，然后他继续有对神有信心呢。为什么他没有埋怨？他的名字那个拉撒路的意思是什么名字意思你知道没有？ God is my help。 我跟你讲啊，他到死他这样的情况他还是讲神是我的帮助。拉撒路有什么？他有信心，不理他的情况是这样，他还是对神有信心。 Amen。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病痛，我们面对一些灾难，我们的信心就完蛋了，开始埋怨神，骂神，骂人。拉撒路没有，为什么他上天堂？神看他的心，他继续对神有信心，不理他的情况是如何。 Amen。 所以这个才公平嘛。 Amen。 每一个人可以赚大钱的吗？不是啦，如果单单是赚大钱的人可以上天堂就惨了，有几多个可以上去？看心就公平了。 Amen。 每个人都是可以有信心吗？对神，每个人都是可以对神有爱心吗？ Amen。 没有什么才干没有问题。 Amen。 我相信老骚肉没有什么才干了、okay? 他有那个爱、这个信心、哦来，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二十七节，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二十八节，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二十九节，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三十节，他说，我主亚伯拉罕的，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三十一节，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Amen。 Amen。 Now 那个财主还有想到了，他还有五个、兄弟、他都是有关心他们的，他就跟亚伯拉罕讲，你可以不可以派拉撒路跟他们讲、叫他们不要好像我这样下来这个痛苦的地方。第一是什么地方呢？大家都知道，一个是一个痛苦的地方，一个火不会灭的地方，一个一大堆虫一路咬你的地方，是一个惩罚的地方，是一个审判的地方。拉撒路这个财主不希望他的家人下到那个地方。然后如果一个人死了就没有办法了，改不到了，没有希望了、如果那个人还活着的还有希望、okay? 一个人死了就有个，那个圣经跟我们讲已经个了，上面不可以下来、下面的不可以上去、已经定了、okay? 你一下去了已经定了，没有的改。不过你在 还活着的时候还有希望、Amen? 我们身边的人还有希望，如果他们还没有死、okay? 然后
这个谁是那个先知跟摩西呢？哦，这里今天以前呢有先知跟摩西嘛，哈，传扬神的话，哦，今天谁是那个摩西跟那个先知，在我们的当中，今天那个摩西跟先知就是你跟我，阿们。哦，因为什么？大使命神给了谁？神给了你跟我啊。喂，大家很熟啊，来，请读多一次。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18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做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阿门。所以今天这个大使命，神给了谁？给了你跟我。OK， 这个责任就是在我们的身上。不过，如果我们要去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两个心。好，刚刚讲了嘛，哈，爱心跟信心。为什么爱心跟信心是这样重要？就好像我去这个尼泊尔这样嘛，哈，我爱不爱 Rega， 我爱不爱我的儿子，我爱他们啊。那么我爱不爱神？爱啊，神叫我去啊，我要服从他。Amen。约翰福音10章那边跟我们讲，如果耶稣就跟门徒讲，如果你爱我，你就会服从我的命令啊。所以当你爱一个人，你肯定要让那个人喜悦，你就会服从他的命令。好，就那个时候我就爱神啊，我就去了。不理面对什么挑战都好，在那个地方挑战就是那些山，神可以挪走。如果神没有拿走那个山，他会给你足够的恩典去胜过。 Amen。 所以就我们就需要有对神有那个信心。爱心是为了我们要服从神的命令，服从他，去完成他的旨意。信心是如果在完成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面对挑战，神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去胜过。 Amen。 如果我们信靠他， Amen。 这个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两个心。当我们要完成神的大使命，这两个心就蛮重要。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图，大家都熟的，我们如何高举耶稣，如何为神发光，就是那个 battery， 就是神啊。 OK， 那个灯泡就是你跟我。所以你要看到那个灯泡亮起来，你需要两条歪呀，你需要两条线嘛，一条线不行的。你讲哇，我有信心，不过没有行动，可以吗？没有服从神，很多人是讲我对神 很有信心啊，你就没有服从他的话。一条线可以发光吗？发不到。所以我们需要两条线。所以我们需要信靠耶稣跟他的话，然后我们需要服从他。当我们有 trust and obey 啊，有信心跟有爱心，那个光就亮起来，那个灯泡就亮起来，我们就高举耶稣，耶稣就吸引万人归向他。有一首旧的歌，不知道大家有听过吗？一个 hymn 来的。我在以前在 ACS 学校的时候，我们有 chapel service， 我有听过。我不知道 Dr. 冠有听过没有，一个古老的 hymn。 Trust and obeyThere i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but to trust and obey。 很简单，信靠服从他。 Amen。 我没有教你一些比较难的东西，这些就是蛮简单的。爱耶稣，你就会服从他的话。
你面对什么挑战，信靠他去胜过。来，好，这里就讲到那个爱了哈。OK， 耶稣还有很多宝贵的珍珠在外面呢，不单单我们这帮人是宝贵的珍珠，耶稣还有很多宝贵的珍珠在外面，在尼泊尔，在很多世界各地，在芙蓉，我们要去寻找他们。当耶稣回来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婚姻啊，我们要准备耶稣的新娘。可怕不可怕？如果你结婚的时候新娘没有准备好，喂，我的新娘在哪里？哎呦，不要开玩笑了，耶稣要来了嘞。Amen。 啊，如果杰瑞米去到尼泊尔，喂，瑞嘎在哪里？那么惨了，早准备好了要结婚了，瑞嘎在哪里？那这样好，你不要耶稣这样来了，喂，我的新娘在哪里？啊，耶稣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到他的宝贵的珍珠，全部可以到。Amen。 这个就是你跟我的责任了哈。哎，说不理耶稣答应我们了哈，不理你面对什么问题了，不理你面对什么挑战，不理你面对什么山，他可以拿走。如果都不拿走都好了，他会给你足够的恩典去胜过。哎，他的恩典是够了啊，他没有拿走全部的山呢，他给我经过，不过感谢主，那些山是蛮好的，帮助我这个人的，都是帮助我的健康。好，阿门。我跟你讲啊，为了这个尼泊尔这个 trip 啊，后来啊，我去另外一个地方，我就有那个信心。你知道，我去14个国家嘞。22天我去14个国家，哈，靠着谁的恩典？呀，我跟你讲，几年前啊，因为我有这个 sleep disc 啊，我一个牧师叫我去这个菲律宾宣教，我在马来西亚飞去马尼拉我就不行了，马来西亚飞去马尼拉四个钟头多了，然后我就要在那个 airport 啊，那个 launch 那边睡一个钟头。休息一个钟头很痛了，休息一个钟头啊，然后我才可以搭另外一个飞机去达瓦。那个时候我的情况是这样糟糕，就我就敢，每一次他叫我，那些人叫我去先叫我不敢。不过过了这个，感谢主了，阿门。为什么两个心很重要呢？你爱心，你有爱心，神叫你做你就肯定做啊，你有信心，不理你面对什么挑战，神肯定帮助你胜过。不过要是他的旨意啊，你自己旨意你自己负责。啊，神没有照你的，你去做，你自己负责啊。啊，我还记得 有很久以前啊，我就有做一个生意啊，跟一个啊外邦人哦，不是信耶稣的，啊。啊，就自己负责咯，肯定不是神的旨意嘛。啊，这亏了哦，很多问题啊，一开始就一大堆问题，就后来就关店了。是不是神没有给我恩典啊？是不是神是我的旨意，哪里是神的旨意？自己负责啊，神叫的神负责。 Amen。 哦，这个是 要讲清楚哦，如果不是等下你骂我，哎，魔幻，为什么神没有给我恩典？不是啊，你自己的旨意可你自己负责啊。哎，到尼泊尔啊，在那边你要传福音不简单的哈，他们那边有很少不了，1.4% 不了，然后啊，蛮挑战的，因为说他们那边有个 law 啊，讲你不可以传福音的。如果你是印度教，你就印度教，你传给你自己的人啊，你自己的家人啊，你的儿女 ，OK， 啊，你不可以传给别的，你不可以传给那些伊斯兰啊，还是基督教，一样的，基督教都是一样，你传给你自己的儿女 ，OK， 你不可以传给印度教的人，他会抓你的。
然后如果你那边相信耶稣啊，他们肯定必备你了、啊、在这里蛮比较没有这样的限制，所以现在很多尼泊尔的人来，所以他就蛮忙啊，越来越忙啊，所以我就鼓励他们在那边，你们在那边传给尼泊尔人，我们就在这里传，阿门。好，就大家合作了哈。然后我们马来西亚如何呢？马来西亚当然了，还是开了那个门，还是开了，我们还可以传。所以马来西亚是9.2% 罢了哈，都是不多了哈。OK， 我们的希望更加多的啊。耶稣的宝贵的珍珠可以进入他的教会，好 ，OK。来，我们我分享到这里了哈。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Oh, praise you, Lord. Hallelujah.主啊，我相信你要快来了。主啊，你给了我们这个责任，要准备你的心腹。你还有很多宝贵的珍珠在外面，还没有进入你的教会。主啊，这个责任，这个使命你已经交了给我们这里，我们这些人，是的，主。主啊，我们要对你有爱心，我们要服从你的命令，来完成你的大使命，来完成你的旨意。我们都是要对你有信心。主啊，你答应我们，不理我们面对一些什么挑战，主啊，你可以拿走那个挑战。如果你没有拿走都好，你可以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去胜过。你的恩典是够的。谢谢你，主，再次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主啊，我们要为你发光，我们要高举你，耶稣。主啊，当你被高举的时候，你答应我们，你必会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是的，主，使用这里每一个人，你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心。是的，主，我们要爱你，我们要好好的爱你，我们要对你有信心。是的，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个福分，可以服侍你。感谢你，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大家。Amen。 哈利路亚，谢谢上帝，很棒的信息， Amen。来，我们站立起来唱一首歌，然后有学需要的站上前来，我们讲员什么话，牧师会给我们祷告，或者是我们教会领袖唱这首歌，用一个感恩心来唱， Amen，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当我们唱的时候，你自由的上前来，如果你需要祷告的医治的，有疾病的，有这个失业的问题，残财的问题，或者是什么一切，可以上前来。哈利路亚。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日起奔放燃烧的火。主，求你来恢复
满的爱心，哈利路亚。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日起奔放燃烧的火，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我们要求你的爱来浇灌每弟兄姐妹，你的怜悯来赐给我们，还有你的圣灵的团契永远跟随我们。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有你的同在，哈利路亚。你把我们带回你的家，在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同样地方。谢谢你的恩典，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求， Amen。